全民制作人们、小可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杨飞彤。然后这段时间非常感谢你们给我投票，给我送礼物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收到了这份我特别喜欢的礼物，就是 iReal 耳机，这个颜色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。然后上面还有我们偶像练习生的 logo。然后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我唱歌的时候、跳舞的时候、各种练习的时候，我都会带着这份你们送给我的礼物然后去练习。这段时间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不管是比赛哪个阶段，我都会特别特别的努力。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，我会变得越来越好。非常感谢你们，我今天收到这个礼物也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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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开心，因为我就可以带着这个耳机，就可以听一些好听的歌，然后也可以跟着他一起练习。谢谢全民制作人们，也谢谢小可们，我会好好加油的。谢谢，听歌咯。赞赞赞。